从小吃到大的。他看我长大，看他看我。我们是吃到老了，一片片过我，我的鱼片呢就唔使过咯。唯一比较淡定的就是我爸，我是少华。这个店三十年吗？一枚一领了一枚一招牌。来，油面好了啊，来带走。人家顾客给我起了一个名字，叫人民桥叫美女。从小吃到大的。他从我长大，看他看我。我们是吃到老了。咱们来得好早啊。谢谢你了，叔叔。你说说啊，长大了，你妈妈不要再操心了。希望我早点嫁出去，毋庸置疑就是这个话题。他到了跟人家外界不是那么太交流。嗯。好了啦，开始喽，上机喽。我想要红啊，可是我得沉迷你拉一个群。人家不是说女大不中留，这个靓女吹就是丑。高林啊，哎，你走啊，有点高兴。好的，杨林吃什么了？要来馄饨。拜拜。光明的先请点走。它这个面里面有碱的，吃到嘴里面的劲道是不一样的。个人比较喜欢馄饨，它里面没有加笋了吗？昨天来没吃到面，我就今天过来吃的。那要是今天你还没吃到怎么办？哎，明天来吃嘛，对不对？不然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喝汤，它的酱油比较强，然后猪油更醇香一点。酱油、猪油更足足。熬的是个放生姜葱里的熬吧，加那个葱跟那烧酱油非常好。他那个是宝贝。我们家的味道就是原汁原味啊，香吗？我们这里的有些客人呢，算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有些人嘛，是我看着他从小长大的。一般这么早出来都是上了年纪的那些人。那时候还没有粥吧？看一看就是一个。你看那个团体很厉害的。要等那个慢慢发酵发酵发酵。煮糖锅，它是撒油是包粥的。
天的话，那个粥很快就冷了，切薄一点；热天的话呢，就厚一点。两碗鱼摆一桌哦。鱼到啦！标配鱼骨鱼片哦。在南博呢？一片片放回，嗰啲鱼片呢就唔晒过浪。一半熟一半生，刚刚好吃啦。凉葱是我们吃粥的标配吧？过一下热水，然后消毒一下。名山那个啊，猫仔啊，都是熟客，那是阿全哦。外面那个叫山仔，这个汉我们叫他炸弹。他爷爷的绰号叫炸弹，然后就传到他身上了。那些人刚开始做，他们就在这里吃了。老板不是好啊，今天户外少多肉，他少多肉啊。听他们吹牛。太多人了，一上班就没有停过手了，你都看了，这几天都没吃早饭了。来来，坐那里。那你这里干嘛有个逗号呢？钓那个是一点的，那个一点钓是这样子的，钓鱼。高中读了半年，自己读不进去，然后就选择不读了。那时候考了多少分？分数也厉害了，七科加起来，连体育238分，差不多本科了。最起码得到哈佛去，用心读就可以了，以为不行了。如果你读得多书的话，你就没那么辛苦了。